可是你要跟我讲说，你今天有来现场看，然后你锁定财险，我就记得你了。好，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不要灰心哦。耶，蟠桃做好。请问就是说，其实漂亮的狗一定很多人要领养，可是很现实的是说，我们一定会在所有的领养人里面挑它条件最好，可能它可以陪伴它时间最多，然后家里经济状况，因为其实养狗是需要花钱的，因为你有养过，所以你知道，一定是外动物之家兽医想治疗后最优，就是最。最好的环境，对，所以这一点可能希望你要体谅。他柴犬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挑，一定有机会可以领养到。只是说漂亮的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漂亮的一定竞争对手很多，你怎么样要去影响？跟大家讲一下，那个要送，对，要送两个人，你要拿出什么样子的诚意去给你？在动物好，谢谢你哦。我们的规定就是莎莎。主管机关许可，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或者知道的话，你可以填。